横画要短一点，左低高，这个撇起笔是在横画中间偏右。横折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向上，向下，三个横画，我们看一下，要长短变化，最后一个横要长一点，就是要左低右高。撇要短一点，横在撇画中间偏下，横比上面的横稍微长一点，下面这个横最长。提按回锋收笔，竖画在中间，用旋律竖竖要垂直，对于横画长短要有变化，直横比要长，左低又高，竖画要短，用垂落竖，一长横，注意轻入笔向右上方斜的，提按回锋收笔。